大家好，朋友们，2022年这个2月22号，六个二啊，礼拜二，七个二，现在14:39啊，下午2:39，给大家看看这个啊。这西瓜呢？这娘子14万都充完了，没女娃。为这个没有钱买盘牛肉，没有肉你干嘛用买这个字儿啊？这习惯了，那边从习惯就是买，现在不说钱了。这年子14万都充完了，钱里没女娃。为这个没有钱买盘牛肉，没有肉你干嘛用买这个字儿啊？这习惯了，那边从习惯就是买，现在不说钱了。这年，哎呀。没有14万到15万的彩礼，买不上女娃啊！你怎么用“买”这个词儿呢？这个记者感觉有点诧异。我们这儿习惯了，这是哪儿啊？陇东，陇东呢？陇就是甘肃啊，甘肃也叫陇，也叫甘，是吧？就是甘肃东部，那就是天水那一带吧？天水呀、庆阳啊，反正就这一带，就是离陕西这边比较近的啊。都是花钱买女娃，你听听这话。不过现在啊，在中国呀，都是啊彩礼要好多钱，即便不是被拐卖的，也跟卖女儿差不多啊，要彩礼钱，要吃奶钱，是吧？反正各种名目吧，也造成了相当于买卖婚姻啊，也造成了男女双方有的时候都要结婚了，是吧？我也做过类似节目，在婚礼的前夕都能闹翻了。